上班工作几十年，老驴卸磨摘无眼，化作夕阳光华少，步入退休生命圈，从此拥抱慢生活，悠悠静静每一天。过去起床6点半，现在8点才睁眼。过去中午眯片刻，现在昏睡2钟点。过去晚上早上床，现在午夜还看片。一直坚信这是最美满生活。员工去世，方知标准上游偏，必须调整硬性规范，生活节奏稳中求慢。年龄增长了，不要误判自己是青年，天下大事不管就别管，岗位拜拜了，不要操心单位怎么办，社会活动能减必须减，官职没有了，不要怀疑继任是笨蛋，没有自己地球照样转。上楼梯不可5步并成2步半，下楼梯不可慌里慌张抢时间，赶公交不可狂奔忘了避风险，乘公交不可频频换座乱动弹。出门走道时时刻牢记走稳点，防止摔倒重于天。在家爬高时不得逞能单独干，老伴相扶谋安全。对待旅游量力而行，别走远；对待聚会，年龄太大，别添乱；对待热闹，与咱无关，别上前；对待养生，提高警惕，别受骗。吃饭要注意，细嚼慢咽，不闲谈；入厕要注意，缓缓起身不猛窜；起床要注意，静坐一会儿再试站；洗澡要注意，防滑拖鞋别忘穿；有病了慢慢看，不要大呼小叫惹人烦；孤独了静静思，不要愁眉苦脸声声叹。生命有规律，不可逆向转，该认怂时就认怂，能慢则慢不嫌慢，该享福时就享福，有福不享是傻蛋。慢慢行慢慢走，阎王不招我就活100年。